大家好，我是鲔鱼湾龙哥。今天我们还在瓜地湾，我们去找一个朋友，他说在看一些吉罗鱼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吉罗鱼是长得怎么样的。吉罗鱼的话，应该在这条街上，这边是我们的龙鱼。等一下啊，下去。海虾龙鱼最爱啊，原来龙鱼是最爱海虾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这一家有吉罗的，但是没看到我们的朋友啊。这是什么雷龙苗啊？这是什么苗啊？阿萨姆，我看我手机。阿萨姆啊？那个手机。阿萨姆奶茶雷龙是30块的哦。这一家店里都是买一些吉罗啊、雷龙啊为主的。来看一下这边的这边就是我们的吉罗鱼，看上去就像我们的大草鱼一样。吉罗的话，老板娘说是要这么小的要20-30一条吧，最少也要。章鱼，这是神仙吧？里面有二缺三，但是我们在坑里就有捞到了我们的朋友，但是不是我。这条还是蛮漂亮的，用上了这个鱼排的话，确实是拍出来的效果是很漂亮。这条是，老板，这条是什么啊？有一个黑斑点在身上的。对啊，这个，走去哪里啊？啊，这条，都是啊，一点旁观。一点皇冠级啊，吉罗来了，就像我们的大草鱼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70啊，叫什么吗？也是吉罗，也是吉罗来的。啊，什么那一类的咯？啊，属于那一类。这一种就像鲢鱼哥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。很热，进来的这里面。这条吉罗比较大，看上去它鳞片也有点发色，蓝蓝的。这种养大了可以长到50-60吧。这边有我们的一眉道人，就是以前的话是买的很贵的。这么大的一眉道人多少钱？20。20块钱，都是养定水的了。没养定的算账。这个是皇冠狗狗，好像就是皇冠狗狗，这个要600多一个，是这样，市场的样。对，老板说是要650。这边的话是有我们的鲷鱼，对。专出吃鲷吧，这家老板的店里也都蛮多很多人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关注我是鲔鱼湾的龙哥，再见了。